迎接中华民国103年，南非侨界元旦号召各界在约翰尼斯堡举办升旗典礼。来自约堡和普勒托利亚的侨民一共250多人，弗老西又齐聚，象征薪火相传。驻南非代表徐佩勇强调，代表处会继续做好服务，满足侨民需求。我们在南非的全体侨胞永远都支持我们中华民国政府，我们中华民国驻南非代表处也将在新的一年尽量的做好我们服务侨民的工作。此外，为了促使侨社工作能够永续发展，侨界也和代表处达成共识，为了相关活动将扩大邀请年轻人加入分享，让服务侨民能够代代相传延续。虽然我们这些侨团的这个负责人，他们都是第一代新生代来这个南非来开创事业，总是要有人接班的哈，所以我们大使今年也决定，以后我们的活动哈都会邀请年轻人参加。在活动会场还摆设了有数十盆台侨自行栽培的兰花，会后举行花卉义卖，所得将捐给华新中文学校作为教育基金。